我认为呢，应该周老师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新贵，你命好，幸亏老老实心好，不再追究这件事。但是打烂东西要照赔。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，再有下次，我也没办法再帮你了。谢谢学姐。来，这个月的薪水就是这么一点啊，连下个月都扣光了，这是给你买奖券用的。等你中了奖啊，想要砸什么东西就砸什么东西。50公尺蛙式比赛第一次集合，真倒霉，要给你了耶！一定要尽全力，老师在尽量支持你们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你看。看来今年又没有对手了。我们年年都输给山东队，冠军了。50公尺蛙式比赛最后集合。起！